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二至第五节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旁族，为背父母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母亲情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若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咁所以变咗呢个咪就係，如果要两极化嘅话呢，香港就可以话係真係极端嘅一个开始㗎。即係等于举个例呢，世上最黑人憎嘅梗係返宗教家啦，即係好似主耶稣基督当时闹法嚟出嚟。因为点解？因为佢有真理唔行，但用真理要求人㗎嘛。佢自己唔喺神嘅面前爱主，但係就要求人哋立十分一啦，每一样嘢都要做到足㗎嘛。呢个咪就主耶稣基督讲啦。但问题，如果讲翻即系闪族啊，我哋知道中国人亚洲区就系闪族啦，即系以色列人啦吓。以色列人系闪族，我哋又闪族啦。但系讲真，如果喺呢一方面咧，而家去到呢两个极端最犀利咧，一定系香港嘅。如果计闪族当中咧，以亚洲嚟讲，就算中国都唔能够做到咁嘅程度嘅。咁所以变咗，你能够想象喺香港地，你会见到世上最忘恩负义啦，最反骨嘅一啲基督徒。但同样你亦喺咁嘅光景当中，如果能够信得好，虽然万中无一啦吓，但亦系会世界上最好嘅基督徒。因为点解？因为我哋会认识乜嘢良心，我哋知道良心应该系点。所以变咗，你都睇到噶，即系你嘅黄牧师，我自己去讲在嘅时候讲个自传。你睇我信主嘅时候，我已经知道良心系乜嘢，然后变咗而家做到而家，你睇到，喂，原来有黄牧师喺未信主之前，好细个嘅时候改嘅第一个名 Apple。第二个名嘅 Lee 都两个都未信主，但系都系听到神嘅声音底下去改噶嘛，系咪？咁跟住当然啦，我哋 Gregory 就好有趣啦，好明显进入神嘅带领底下，我啊住就住索士巴利道，校长又要改个名做 Gregory， 跟住翻到嚟，跟住自己改嘅叫自己改嘅第三个名就 Win 啊嘛，吓咁你睇到呢四个名都一定系神安排噶啦，系咪？但三个都系因为我听到，但系问题第一二个其实系我仲未信主嘅，直情系仲未信主嘅。所以你会觉得香港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出一班爱主人，香港是最懂得爱主，最懂得关注，最懂得留意，亦最懂得做得好的人。所以变成是为什么我们的恩赐运作是远远超越外国很多牧师，我讲的不是我自己，我讲的是我们教会当中，即是加拿大报道也好，或者受浸也好，或者是 To Me 讲座也好，或者是 Perfect Sun 讲座也好，他们的恩赐运作为什么会这么准，这么惊人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认识良心。如果所以这班弟兄姊妹他们更加按住他们良心去做事的话，一路培养到他们良心，不是只是在恩赐运作的时候照住入华牧师所给的原则，一些的很简单的方式使到他是凭良心行事。他日常生活都凭良心行事的话，全面都凭良心行事的话，那他听神的声音就会好像我那种程度。即是讲真，如果你们叫他收到神的声音，那大问题。你会看到由第一篇教会的分享信息加聚信息到现在来讲，每一篇无论那篇信息是45分钟或者是4个钟，每一句都是来自神，那才难以置信嘛，对于很多人来讲，是不是？但原因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就是良心的声音，良心其实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的。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行事为人都全部以良心去做事的话，其实良心是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程度。而事实上现在所有共同信息都印证呢样嘢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变咗呢个就解答咗呢个问题啊。点解会遇到咁嘅情况呢？咁提摩太后书就讲啦，呢种嘅极端呢，其实喺末世嘅时候呢系最明显嘅，即系因为点解？因为有啲嘅系被鬼附嘅所谓呢一啲曾经信过主嘅呢啲嘅人啦，系咪？咁但系问题佢甘愿成为禽兽，甘愿成为喺神眼中系只系昆虫，咁于是乎变成咁啦。因为良心的标准不是拎来呢给你去压榨人的。良心的标准是给你自己去執行的。在那个过程当中，就算吃亏你都愿意去承受。就算是你直成是为那些根本伤害紧你的人去付出，你都愿意。这个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榜样，是不是？但是问题这一点你要看到神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有没有这样大石安，是不是？有的。我们其实做的所有很多东西，尤其是那些被人说笨嗰啲啊，嗰啲自作聪明嗰啲人咪就系因为咁，佢只要讲一声话我哋笨噶，做呢啲善事，佢都已经注定咗咧，我哋有几多祝福，佢哋就有几多咒诅啦嘛，系咪？
因为我哋去做啊嘛，我哋选择咗。而你而家听主日嘅所有信息，岂不是好多时好多呢啲嘅转捩点，神突然间带我哋转一个方向，全部都系为咗祝福人。嗰、那个喺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如果我哋肯甘心情愿去做嘅话，乐意去做嘅话，其实系锻炼咗我哋嘅咩心啊？自尊心唔系，系锻炼咗我哋嘅良心噶。而咁神就可以俾更多果效、更多祝福我哋啊嘛。但如果喺个过程当中你冇推进你嘅良心，你只系咬牙切齿去做，有奖赏，但系你嘅心田唔系最好，你嘅心田一定要变咗咧，一路藉着良心咧，将好多唔同呢啲嘅物质摆入去你嘅内心当中，将佢变成宝石啊、红玛瑙啊、蓝宝石啊，将佢变成玉啊，好多呢一啲唔同嘅呢一啲嘅宝石吓。但问题系有唔同嘅使命嘅，但系你喺呢个压力当中，你愿意去做嘅话，凭着良心去愿意做嘅话咧，咁你就会听到神嘅声音。而当神有一日好似而家咁样啦，藉着共同信息去印证我哋，由当年开始教会嘅第一日就已经喺神嘅旨意底下，即咁疯狂噶嘛，系咪？而事实上我哋唔系第一日开得咁准嘅话，我哋今日都唔会话更加可以话一日都冇偏差咁跟从到神啦，系咪？因为好多今时今日嘅印证根本系讲紧系过百年或者过千年前已经 mark 低今时今日嘅日子噶嘛，系咪？无论2018年发生嘅嘢或者2019年发生嘅嘢，呢一啲全部都系因为咩话？都系因为良心带领我哋嘅。咁所以变咗早年嚟讲，我亦知道呢个嘅重要性，咁啊用咁样去建立我哋嘅教会啦。而喺呢个过程当中咧，你就明白啦。喺个过程当中，我系揾中心，因为中心基本上我哋最摸索得到，同埋最知道我哋有义务去做得到。但良心咧，却其实系内心当中一个自己嘅选择同意志。良心唔可以逼出嚟嘅，中心可以逼出嚟，良心唔可以逼出嚟。中心当呢个人佢愿意中心嘅时候咧，喺个过程当中佢演变咗，佢有一个好纯全善良嘅心。嘅话咧，咁你会睇到神嘅祝福就会喺佢身上好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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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嘅。你而家咁睇翻你身边嘅领袖，好多时就系你身边嘅领袖，你会睇到，岂不是佢哋就系喺你所见过当中好善良嘅人嚟嘅咧？而呢啲嘅善良嘅人，就直成系按住佢哋越善良咧，就越听到神嘅声音嘅，越有神迹奇事跟住佢嘅，越俾神嘅带领嘅，系咪？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一个咪就系讲紧辛苦，就系、是、有一个咁样嘅质素啦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至第五节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旁俗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母亲情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若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这等人你要躲开。心中空出外国灵柳呼应，敬拜上帝献上颂赞歌声，都圣祈普告以我心献正，求上帝再次质疑谁听，此刻此景默默奉承崇拜尊敬，尽圣言里虔诚倾出心声，寻找主踪影，聆听主呼声，是我心决定，求上帝现顾念我，并实验细听，让我想结心声，献奉敬拜热情，顺服圣灵，每日祷告来心里，丧志持定，愿我心自清净，要背负主使命，全活世间让神管领，然不必挫折历程，在此祭献上心灵回应。